早安，早安，大家早啊！人生头第一道来迄个外山顶洲，遮钓鱼啊。啊无，我进前是捌来遮，拍过沙啊，钓过鸡竿安尼啦。啊，第一次来遮坐浮冰啊，来钓鱼啊。初次来真正毋知要坐底啊，嘛无资讯，然后来就随便坐，凊彩坐啊。今仔牵小贩做伙出来，甲我迄个朋友小贩吼，阮做伙出来。啊，今仔日吼，风平浪静啊，给大家。今仔风平浪静吼，互大家看一下。啊，今仔有炸雨伞，惊等下日头伤大，曝死，会曝死啊！啊，准备了钓竿就是银山狼。银山狼，然后紫线先配一点，紫线先配一点75，哦，就先这样，然后要来准备开始做工啊。希望今仔日有好的收，的收获啊。好了，开始准备要来做工啊。希望今仔，希望今仔应该是袂歹算啦，希望啊，好，先这样。流开始了，弹性都真高呢吼，从幼鱼啊呢吼，加糖啊！想讲用糖先试看卖啊，食了真酸嘞！我山顶下第一只乌鸡啊，哈吼！我赖卡袂出去啊！我嘛卡袂出去。这光力姐，我糖照照出来，很好吃哎。加糖嘞？我迄落啥？鱼啊是糖食，钓糖钓的嘞。我食了啊。干。我看你变大。
换碟，现在我过来。现在换饼啊，较在迄块饼啊遐袂食，现在换过来这边啊。我过来这边都好啊。迄条啊，我高糖，我这门是高糖。四脚我嘛顶着啊，四脚我顶着一点鱼啊，半咸甲鸡烧出来。伫迄边平啊，遐规个拢无好哩。后尾小汉讲无好就煞吧，嘛煞过来，遮伫做我嘛毋知影呢。所以看遮平啊袂歹，阮就煞去啊。吃吧，我食袂落。鞋也补袂落啦，就是要食那里老师。鞋也补无啥会落，咬不下，好笑。要吃吗？要吃吗？是要流过去了，被掉了。太迷你了吧，这个拖哥在最后面一点，放一班啊，给他放一班啊。
哦，较大只啊！你比较肥一点了，较大只一点啊！哦吼！小汉，小汉，你讲伊平野螺啊嘛是食豆腐的，哦，迄只有够鸟的啦！我搞几粒的拢无啥要食。啊，豆腐有好啦。小汉伫我这边吃，他在那边钓。我即摆，我过来这边吃是起两三只有啦，但是板头拢都细。再搁试看卖啊，还要再继续看看呐，再看卖。好摇嘞！拖摇，趁我点烟的时候拖摇。好吵哦，吵死了！吵死了哦，你看我够艰苦的，搁就这只，这只好，食足三个。够粗，阮那十八种诶，俺举手机啊，你无用啊来吃。阮那十八长鲷，食只鸟，头皮落，我撑了，撑了好吗？吼、哦！我这回行啊，真正粗，真正粗，这回行啊，大只一只，这回行啊，就有粗啊，这只。即卖水要饱流啊，啊，流水足慢嘞，即卖网无啥好，前倒流水有咧行的时阵，我感觉较有好。即卖流水拢袂振动，拢无好，啊个也袂热死，吼、哦，要紧，要紧，采一仔雨伞的啦，啊无会可能会着沙，啊袂等下钓到拢昏去，所以即卖等流水翻，等流水翻提的时阵，看架况会较好个，流水无行，无拢袂振动，拢有机拢死严严啊，拢袂输那要歹去安尼，够差呀。
讲啊，未到，我爱等到科老底啊，科老底来就五点外，五点外，即卖收好，转去到迄个树林，可能九点外去啊，迄转去用没事。今仔日钓无多啦，都安尼啊。阿哥，我为什么只钓这么少啊？阿哥 OK， 用针。哦，差不多我手中看咧，几只嘛无算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。10、8、9、10、11，我钓11，啊，这我已经回工啊，炸断啊，好，钓11只 OK 啊，啊一只龙针啊，好了，今天的钓友就到这边的啦，阿贝洛斯。唐哥来买两个够有影，哎呀，够吵啊，飞机够吵啊！那开飞机的走势够好看。哦，那飞行机真正有吵的啊！好啊，后抓有机会，后抓有机会啦，后抓有机会，再来这试看卖。啊，是有人知影讲外线爱钓对大较好，甲下底留言，甲小弟仔讲一下，吼，啊，我再来试看卖。好啦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